今天鸡婆想吃牛腩啊，过来称点牛腩给他拿回去吃一下。给我称一下这个，给我称一下这个多少钱？这一个，对，哎，差不多40块钱。多少钱？40。40是吧？啊，好，给我帮我剁成块吧。好，3块一把，就是3块吧，赶紧。师傅帮我剁，我就不用自己回去剁了。你这烩面直接用开水泡就行了，嗯，不用煮吗？不用煮。哇，这么厉害！面面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么厉害，它那个面还蛮宽的，不用煮行了。是河南的烩面吗？羊肉烩面，好，我回来了啊！这么一点40，要40块钱几乎。嗯，多少钱一斤？28。20啊。嗯，义乌啊，又回来，先给他焯个水。给牛腩焯水要用冷水啊，冷水下锅。哎，宝宝呢？宝宝又睡着了。嗯，睡着了。把这刚买回来的牛腩啊，冷水下锅。那不是得用高压锅？对呀、啊，不用高压锅也行啊。焯水的时候来点酒啊，料酒都行，我直接用白酒。我现在做饭，我发现喜欢用这个白酒来焯水啊，就是去除它的腥味。今天这个菜是我点的菜啊，我想吃番茄土豆牛腩，就是感觉很想吃牛肉，然后配上番茄的那个酸味，这是我的最爱啊！去腥三件套之一是吗？嗯，生姜，给它生姜。今天不是三件套，今天就两件套。牛肉在焯水啊，我来把这个番茄处理一下。所以把番茄处理一下，就是把它烧一下，把它这个表皮去掉啊。这样的话，番茄会更美味。啊，一烧的话，它这个皮就爆开了。看到没？对呀。谁回来了？哦，原来是小泽啊。来，小泽，送你个礼物。小泽回来了啊。来。看，这是爸爸妈妈爱你，来，喜不喜欢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下次再买的话，买两个。还有一个，还有爸爸给你准备的礼物。还有什么？鸡腿。那么多鸡腿。我们这樱桃鸡腿啊。那个樱桃吗？没有，一个阿姨给你的。我谢谢啊。来，还有这个。来。这是阿姨给你的。我。巧克力棒。谢谢阿姨，虽然不知道是哪个的，还是得谢谢。当然了，手都洗了吧？洗了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哎，巧克力好多是不是？谢谢。啊，给你一个。啊、哦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给阿姨吃，几个。来，巧克力酱。谢谢。哦，还能蘸巧克力酱是吧？对啊，中国有，但是特别少巧克力酱。啊，烧过的番茄，它表面上这一层皮很容易把它取下来，啊，因为这层皮会影响口感。好，来把番茄切一下啊。这两个就切小块吧，就是一部分切成很小的小块。另外一个呢，就切成大块啊，分成两部分啊，稍微大一点。番茄刚才从冰箱里面拿出来，还是冰的，我感觉。小块啊，大块，再切两片生姜啊，
再来两根大葱。这个牛肉的这个水焯水煮开了啊，煮开了之后把这些浮沫撇一下啊，把牛腩捞出来。捞出来之后控干水分啊，因为一会儿要炒它，所以要把水分控干。现在锅里面来点底油啊，来点油。油烧肉啊，直接下入牛肉、牛腩、啊，一直把这个牛腩炒到微微发黄，就是炒出跟煎牛排一样的周边的美拉德反应，炒出美拉德反应。啊，牛肉炒香了啊，就是四周都有美拉德反应，把它盛出来啊。锅里面继续倒油，再来点猪油，猪油里面我感觉有水啊，一倒进去就有点炸啊。油稍微热之后啊，下入姜片啊，让姜片先香啊，然后再就是干辣椒。鸡婆不让我用干辣椒啊，因为他怕辣，所以呢就用这种菜椒代替干辣椒啊，就因为他哺乳嘛，不能吃辣椒嘛。这个煸炒调料的时候可以开小火啊，开了最小的火，炒香之后下入大葱，啊，最后下入桂皮啊，一个八角，两片香叶啊，我都是放的很少啊。其实我今天这个牛肉应当要两个，可以放两个八角，我今天放的比较少。调料炒香之后啊，就是把火开到最大，下入刚才切的这个番茄，细番茄。可以把番茄捣碎啊，把这些番茄全部捣碎啊，捣碎之后是炒成这种番茄汁，下入牛肉。把牛肉包裹着番茄，包裹完了之后啊，下入开水，其实这个番茄汁不是很红啊，是不是？嗯。谁来了？我买橘子啊。哦，姑，哇，姑给你买这么多橘子，你吃饭吗？吃，姑。啊，你吃的啥饭？刚刚吃点麻辣烫。你又去干麻辣烫去了？啊。你真是麻辣烫小姐。对，想吃麻辣烫。谁呀？大妹妹呢？小妹妹，那你歇一会儿吧，你这么着玩一会儿吧。喝水下去。因为鸡婆是坐月子嘛，啊，所以来点枸杞。因为是牛肉嘛，所以啊，就是适当的来点胡椒粉，来点生抽啊，增加它的酱香。我们家这么大一瓶生抽又快吃完了。盐呢，先不慌放啊，倒入压力锅，这牛腩特别难的熟啊，再来点水，感觉水有点少啊，稍微兑一点点水，盖上锅盖，把压力锅的蒸汽烧上来，烧上来之后，就它开始冒气了之后呢，把它调成中大火，就不是那么大啊，25分钟。看看小家，来看看小家，小家睡的，这一觉睡两个小时了呀。
醒了，你醒了。好的。好可爱。妈，爸爸在厨房做饭，结果你醒了，正好我们上那个到了压力锅，需要一点时间，他刚好醒了。别吃了，大哥。大哥，赶紧吃点奶，赶紧吃点奶。大哥怎么会打嗝呢？嗯。肚子饿的，饿空了，要打嗝。饿空了是吧？饿空了赶紧吃奶奶。你有没有奶？有。妈妈奶也来了，来吃奶奶。打嗝吃点奶就好了，是吧？嗯。但是他心里会不舒服，吃的会不专心。嗯。不专心的宝宝有点三心二意啊。吃了再给他洗吧。嗯。臭一会儿，我们臭一会儿好吧。臭宝。臭宝，对，臭宝。来，把这个垫着吧，舒服一点。这个宝贝枕头太好了，来，刚刚好。再把宝宝放在枕头上是吧？对，手上就可以省力。这样手上就会省不少力啊。嗯。而且角度也刚好，又刚好是弧形。吃完饭又拉了啊，赶紧给他换尿布。好，换好了。对，换好了。哇，换好了。对，看啥呢？对，你在看啥？看啥呢，宝贝？嗯，好，我们把它挪正。哎呀，挪正。对，挪正，继续包起来。这么长，好长啊。嗯。怎么这么长？啊，摸一下，我摸一下。摸一下。摸一下，到处瞄。瞄什么呢？啊，十一天的宝贝，你瞄什么瞄？看什么看呢？嗯嗯，嗯，再抱一下。嗯，再抱一下。OK，OK 啦。感觉他情绪很稳定啊。哎，好了，不抱起来。就这样睡着吧。对，就这样躺着好吧，我们躺着好吧。嗯。躺一下，帮我们躺着好不好？躺着玩一下行不行？有个朋友说，千万不要抱多了，不然他天天要人抱。以后，嗯，嗯，又在笑啊，他在笑啊。有人说这是娘娘在逗他，也有人说这是天使在逗他。对，哦，到处看是吧？嗯，他到处看嘞啊，这精神还蛮好的，多好。精神好好。你看这个嘴。好了，你在这里玩吧，爸爸要去煮菜了。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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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打喷嚏。刚因为刚才洗了澡的呀。好，这个盖锅也压好了啊。就是刚才照顾那个小家去了之后，我就把火关了啊。看，现在也不完美，完不完美？哇，可以。这还是不完全调味的啊。啊，现在继续。把这盖锅压好的啊，再回到这种大锅中。它里面这些什么大葱啊夹起来，八角也给它夹起来，姜片也给它搜索出来。下入另外一半的就是大颗粒的番茄。刚才不是说没有调味吗？那调味主要就是没有盐啊，再下入盐。少来一点鸡精啊。好，开大火收一下汁。哇，鲜美无比啊。是不是还很酸？酸味十足。好了啊，汁水收的差不多了，也不能收的太干啊，收的太干的话无法泡饭。哇，这个味道真是鲜美啊，我现在都闻的都香的受不了。这个我们就不用砂锅了啊。对，砂锅好热，就用大碗。哇，这浓郁的汤汁啊。这么多东西炖完之后还剩这么点。好想吃牛肉，今天终于吃到了牛肉。这一会儿一条啊，舀在那个米饭上面就可以汤泡饭了啊。对对对，撒上点葱花。小子拿菜。哦，你洗杯子。好，那你洗杯子吧，那我自己拿。
西葡萄爱吃的番茄牛腩来了。嗯，好香啊！洗了杯子出不来了，怎么办？妈，啊，我做了一个番茄炖牛腩，快过来吃。我泡一茶，我没吃了。啊，大妹妹呢？她不来，她不来，是我的。好吧，你不过来啊？她不来。好吧，好吧，奶奶她不过来。你都忙。啊，好，先生别洗了，去舀饭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汤是真少，肉是真多，汤是真少。我多一只筷子。啊！谁抽的筷子？我抽的。啊！我两碗米饭，两碗。你说肉是真多，汤是真少，是吧？对。小泽咬完，我来咬。就是想吃这个。这个味道是吧？嗯。汤今天稍微收的有点浓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可以。还行。香不香？可以可以，必须香的。好吃吗？哇，还有两个苋菜，我去拿过来。蒸的苋菜来了，是这早上，这中午我妈炒的，也好好吃。这也是我妈今天中午做的梅干菜回锅肉，也好好吃啊。看，这还冒着热气呢。这是梅干菜，刚才蒸出来的。下面是笋子啊，笋子，明天给大家表演炒笋子啊。对，因为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要炒笋子，是不是？嗯。要来点，想尝点牛腩。嗯，牛腩正合适啊，炖短一点时间也不行啊。你炖短了之后还合着你的脚。炖长了也不行，正好合适。弄啥了？家里给我25分钟，还是略微短一点点。因为它是牛腩。嗯，26、27分钟差不多。把这个放咖喱。因为我们是25分钟到了之后，没有管它，直接把火关了，然后是给小佳换尿布，所以他在里面还吞了一下。吃了这个梅干菜里面的肥肉。回锅肉，这个回锅肉是我蒸的啊，就是我煮的，是吧？但是我妈呢炒的就是梅干菜。其实我们都好喜欢吃这个菜。嗯。就腌菜炒肉。鸡巴，这个会不会补奶呀？会，牛肉反正蛋白质比较高吧，怕吃了之后我又开始是吧？怕你吃了牛那个奶太多了又胀奶，怕我吃了一顿牛肉又开始胀奶是吧？嗯，可能我就不配吃好了，嗯、那就。汤好喝吗？泡饭了没？他泡了。我有点热。哎，我今天想破例，我还想去吃点饭。没有米饭。没有啦。你喝不喝这个？米尔粥吗？啊。不。这是老娘中午给你煮的是吧？没有，我自己煮。我想喝个，煮点银耳汤放这我们饭吃完了啊，家宝自己一个人在床上玩了好长时间，以为他睡着了，还没睡着，他到处找吃的，估计那会儿没吃饱，现在要补一点，补一点睡觉。吃奶有点不点食啊。嗯。堂妹又守护着家宝啊。堂妹，这两天为什么你这么乖，堂妹？堂妹好开心。球好了，哎，干啥？好了，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